只要肯试，就有机会开始。唔准再见个纹身女仔，同埋你嗰班 band 友。阿云，佢已经唔系细路仔啊，唔可以咁样管噶。我冻固根本就唔系放，系 Patrick。亲切唔属于你嘅嘢就系犯法。而家系你嘅，唔代表永远系你。